到我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就正在进行，正在发生。承受的压力忍不住用眼泪释放。杨丞琳经过三年重启 Like a Star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只不过演出前练团时竟然发生这件事。我就会希望 live 是尽量满意的。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的缺点，什么？你老公是跳跳高手，跟他无关了。稍微自己做一点调整是吗？应该有偷偷 free 一下吧，没有吗？他们是 free， 因为那个舞者是听你们的东西，尽可能吧。然后鼓是百分之百得一样。我知道你们会很想要 freestyle， 但是你们一 freestyle 的时候，舞者就要 freestyle。黑色跟白色都是2021年的礼物，但这中间没有办法唱。觉得这个歌词非常贴切，但是就是，反正粉丝们一定就知道我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那这一次唱就会觉得就正在进行，正在发生，真的觉得我的粉丝是保护我前进的那种感觉。怎么那么情绪啊？一直以来心情，其实坦白说我没有去跟任何人倾诉，我都自己消化，所以可能刚刚这首歌的那个词，然后配上那个旋律，整个就是感觉就突然来了。现在的年纪可能会再愿意放开自己的脆弱，以前自己会比较硬，就是我如果觉得想哭了，我就有那种意识，就觉得我要把眼泪吸干。现在就会觉得，如果我能够学习把它放出来是最好的。一时情绪上来，让杨丞琳落泪。不论历经了多少风雨，粉丝就是她最温暖的陪伴。完全娱乐陈庭瑜报道。